中华盐、阿含、红顶吼，这是第三席啦。搁再呢，这第三席那是总统别完吼，这叫做素稿吼，五席素稿吼，这是文经的人啊，都爱分辨呢。安尼来说稿，其实啊，这真简单的道理啊，回归如来本性，足简单。确实佛陀都爱讲真多呢，分文辨类啦，回归呢就是一真如本性，一真实相吼。那为诸菩萨开示演说，那是诸大师开示，就是向菩萨开示，即成佛自悯呐，痛佛本怀而说吼。那又为菩萨开演，常是菩萨法吼，那自住以处，无有次缘，亲像安尼啦。伫咧教菩萨法，确实呢，佛陀的用心啊，咱大家人拢是无迄个次缘呐。所以大圣经啊，在大圣无有次缘，不生一念虚气。一心哦，总是呢一念心啦、啊。各位学佛啊，其实呢都是干呐，爱了解一念心，咱爱安怎把握纯净的心呢？天下一切平安，心哪一杂乱呐、啊？天下呢灾难偏多，一切呢都是干呐的一念心，所以。哎，好好多。